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续品现在讲到大问序，就是经过弥勒的请问之后啊，文殊菩萨的答复。大问序当中第三段，成见是与已经当同，成见是已经见过的事情，与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当时啊，后来会完全相同的情况，与今当同，有五段文，现在是讲到第五啊，灭后通经同，啊，就是日月灯明佛入灭之后啊，弘通法华经，弘扬法华经的经过情况，与释迦牟尼佛将来情况是会相同的。那么经文有三段，第一。证明入灭，这个上次讲过了，就是经文在第十九页，上次是讲到从后边算来第二行，佛受记已，便于中夜入无疑涅槃，这是证明入灭。再往下，佛灭度后。就是第二，明灭后通经立义，就是佛入灭以后弘通法华经的殊胜立义。第三段是结会古经在后边，灭后是指的日月灯明佛，日月灯明佛灭度之后，由他的弟子们弘扬法华经。通啊，就是流通，弘扬的意思。弘扬流通法华经的经过情况，会跟释迦牟尼佛将来法华经说完之后，经过的这个入灭以后的情形啊，大致会相同的。那么就显示后来弘扬法华经的利益，叫做灭后通经利益。经文说，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劫为人演说，佛指的是日月灯明佛，日月灯明佛法华经说完了之后，后来入灭了，那么入灭入涅槃以后啊，灭度就是涅槃了，烦恼断尽，到了究竟的果的，那么证到无住处大波涅槃，所以叫做灭度。佛入灭以后啊，当时有一位妙光菩萨，有800位弟子，而日月灯明佛还在世俗的时候，8位王子啊，也是以妙光为师，那么佛灭度以后啊。妙光菩萨受持妙法莲华经讲说来弘扬，那么这个时间多久呢？满80小劫，以80小劫那么长的时间呢，在那里弘扬法华经，为人演说，就讲说给一般人听，把这个法华的妙点，诸法实相的真一啊，把它彻底的弘通出去，有经过80小劫那么长的时间，妙光菩萨在弘扬法华经。那么这个佛灭度以后，这是说明弘扬法华经的时间，
经过八十小节那么长的时间弘扬，那是说明弘扬法华经的时间多久，有八十小节那么久。日月灯明佛八字，皆是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日月灯明佛还在世俗的时候，有八位王子，这八位王子啊，出家以后，通通都与妙光菩萨为师，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罗诃罗与舍利佛为师，舍利佛也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智慧第一的弟子，妙光也是日月灯明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这里虽说菩萨在那个时候也许示现声闻，以后受记之后就是菩萨。舍利佛虽然是声闻，但是等到法华经受记之后也是菩萨，但是大家习惯上还是称他是声闻。那么这八位王子通通都是以妙光菩萨为师，而妙光菩萨教化这八王子啊，使令他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就是说使他求证无上菩提，求成佛的这个道心啊，让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增长起来。那么就是望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的阶位啊，一直往上去进，所以使他的这个菩提心坚固。那么这都是靠妙光菩萨的教化的力量。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仪，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这是说以后的事情了。这八位王子，诸王子就是指这八子了，八王子。那么经过妙光的教化，从此之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呢，供养清净无量百千万亿佛，清净那么多佛，种那么多的善根，修行那么多的这个六度万恨的功德之后，最后啊，这八王子通通都成佛了。而其中最后成佛的一位，八王子当中最后成佛的就是燃灯佛。你要想想这个距离的时间有多久了。燃灯佛呀，是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修菩萨道的第二阿僧祇劫满，那个时候所亲近的佛就是燃灯佛。那么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而燃灯佛从前在日月灯明佛的时候做八王子之一，而又以妙光为师，后文结会古今的时候知道这个妙光啊就是文殊，那么文殊啊，越久远的事迹来说，那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祖了，因为他还在行菩萨道做王子的时候，就是接受妙光的教化，由此修行而成佛，那么他在八王子当中是最后一位成佛的，是个燃灯佛。那么燃灯佛是这个妙光所教化成佛的，那么燃灯佛又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那么这些因缘呢，真是时间之长，经过的时间之长，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关于这一段文的解释啊，古德有很好的说明，就是乐理，来发挥这个道理。他说这个妙光接受日月灯明佛的法而继续弘扬，就是妙光沉寂日月灯明之光，日月灯都是光，而这个光之妙由妙光继承下去，那么妙光之妙啊就是日月灯之妙，因此
我们不妨把它观察以月离回归自心啊，日月灯明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法身的离体，就是自信清净心，就是本体，一切众生本有的离体，自信清净心啊。那日月灯明佛就是我们本有的自信清净心的本体，所谓本有的佛性。妙光啊，就是本有的根本智，根本智。离体没有智的启发，不会发心修行，也不会发无上菩提心。能够修行啊，是由根本智而起这个这个始觉的啊，初发性的厚德智，由这个智慧启发，才能够求证本有的日月灯明的本体啊，求证离体。那么因此之故啊，妙光、日月灯明总在我们当下一念心中啊，无二无别。这里有个问题，那么既然我们众生都有日月灯明的本体，为什么不会发生作用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妙光所启发的这个厚德智，只有根本智被这个五蕴啊烦恼所埋藏在深山之中啊，五蕴山中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只有自信清净心，只有本有的根本智，可是没有启发出这个始觉之智啊，来努力进修，不能回光返照，所以没有证到这个本有的离体。终日缘觉呀，而未尝体证缘觉啊，所以这个富大师要说夜夜报佛名啊，朝朝反共齐，可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虽然是不离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可是从来就不曾认识过他啊，都是当面错过。原因就是啊，自己大家都是向外祈求啊，没有回光返照，问题就出在这里啊。那么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之后啊，往后的发挥就比较容易明白。这里有个问题，八王子的父王既然是出家修行成佛了，他为什么不以他的父王为师，而以妙光为师呢？妙光是日月灯明的弟子，而八王子不是日月灯明而师妙光，他这个用意在哪里呢？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来说，所谓一子而教，古人呐、没有现代的这个学校，那么孩子要学习这个要受教育啊，纵然自己的父亲是个大学问家当老师的，但是他也不教自己的儿子，要给别个老师去教啊，所以彼此，例如说张三的儿子请李四的老师教，李四的儿子由张三老师去教，一子而教。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尊师，尊师重道啊。如果只由父直接教他呀，他就失去这个师的作用，尊师重道的这个道理呀，没有办法启发出来，所以古人要一子而教。这个文化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呀，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这种方法呀，佛的在家的时候做太子的儿子罗侯罗，后来度他出家。罗侯罗出家呀，他并没有直接以释迦牟尼为师，释迦牟尼是他在家的时候的父亲，可是罗侯罗不以释迦牟尼为师，以舍利佛为师，而舍利佛是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大智舍利佛。那么罗侯罗以舍利佛为师，那么就是要他呀，使这个
尊师的道理啊，能够从这个师长啊、这边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罗诃罗夷舍利佛为师，古代的日月灯明佛的八字，而以妙光为师，都有这个道理存在啊、那么这是约四讲，四相上的道理是如此。如果越理来说呢，日月灯明是父王，父是本体啊、就是本体，就是刚才说的自信清净，就是本体。妙光为师，师是本质啊、没有本质不能体证本体，所以必定需要由这个师长啊来启发他的这个本质啊、修行的人虽然最初得到这个根本，知道有本体，可是他的力量还不够啊，没有善知识的启发，他这个真正的功夫啊是没有办法锻炼出来的，所以要以妙光为师来启发他。经过42番的锻炼，就是断42品无明，尘垢完全消除了，烦恼完全断尽了，连习气也断尽了，然后才能成佛，成为法王。所以转八识而成师之啊，靠师长之功夫啊、有师老师的指导，才能够转分别的染物的八识而成为清净的四智啊、那么转是成智，靠师之力，所以要由妙光力量啊来启发他，才能成就。所以古德说父以身之啊、就是日月灯明，师以成之就是妙光菩萨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妙光菩萨是启发这个后期修行的人的大智啊、那么由此如果没有大智，就不能契会本体啊、所以法王与法师啊彼此相成啊、佛是法王，妙光为法师，宏通妙法，这都是由此启发大教的殊胜因缘。那么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呀、才能够起悟到法华的教典啊。那么接下去就说明这个妙光的800位弟子当中，其中有一位啊，很特殊的人物啊。接下去看这经文啊，800弟子中有一人，好乐求名，贪着利养。虽复读诵众经而不通力，多所忘失，故号求名。这是说妙光菩萨有800个弟子，这800位的弟子当中啊，其中有一位，所以说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其中有一位，他的别号啊叫做求名，皓月求名。这个求名的号啊，以我的推想，绝对不是他的证明，不是他的证明，证明不是如此。这个号等于世俗的一般的绰号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是修行啊，而求名之心很重啊、因此人家就称他叫做求名了。谁愿意把这个名字取作求名啊？你哪一位愿意做求名的啊？明明自己在求名，可是他也不愿意自称为求名啊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求名啊，是等于是一般称他的绰号，绝对不是他的证明。那么以后边的常不清菩萨为例，就可以知道常不清菩萨也不是那个常不清，也不是他的证明，也是一种等于是啊一般的这个称号一样，等于是绰号啊、因为他有常不清的这个表现，所以人家就称他常不清菩萨。而这一位弟子，妙光的800弟子当中这一位弟子啊，他虽然是学佛修行，可是他好名啊、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啊，哪个不要名啊
那么因为他喜欢名，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人死留名，人死掉了留名，福死留皮哟。因为人差不多都是好名的，都是要名啊。那么出家学佛修行不应该要名啊，不应该要名，这个名是要丢掉的。可是这位弟子啊，他这个名就丢不掉，他还是要。所以有人呐、在照相的时候抢了在前面上抢镜头啊、照在最前面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表现呢、表现为什么要表现呢？要名啊，你看看我，你矿买的哦，所以他站在最前面，如果站在后边呢看不到嘛，他站在最前面你矿矿哦，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喜欢名，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是个要名的啊、喜欢出风头啊、假如他不是要名的话，他为什么抢钱呢？那么虽然是修行，这个要名之心还是存在，还是存在。那么不但是要名啊，也要利，名观、利观两观他都还没打破啊、这贪着利养，人家的供养、名闻、利养他都需要啊、那么这个人既然是贪名求利，难道他不修行吗？也修行，他也是修行。所以说虽服读诵重经啊而不通利，这是说明他有修行，纵然有修行啊，他那个修行的道心啊被这个求名贪利的心啊所障蔽了啊、不能够专一啊、是一种杂学啊、一方面在哪修行，一方面在求名，所以结果呀他的修行是薄而不精啊、好像样样都有一点点，可是都不精，没有一样精的，因此叫做求名。不是说他没修行，他有，但是因为他这个名利心断不掉啊，所以都不能够得到专精的这个境界。那么因为他被这个名利所张啊，修行，了解佛法，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不得其门而入啊，就不通利了，不通顺，不利落。因为被这个名利所障碍啊，所以多所忘失啊，今天学的明天又忘掉了啊，那么明天学的后天又忘掉了啊，睡觉起来都忘掉了。为什么？就是被这个名利啊所障碍住啊，或者是一仆而十寒啊，一日仆之，十日寒之啊，例如说东西没晒干啦、拿出去晒一天，拿起来又放十天不晒，这样子永久晒不干啊，那都会生沟啊，长霉了。因此啊，他的修行不会专一啊，被这个名利所障蔽。哎，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就得自己回光返照有回光返照啊，自己呀、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假如有这种情况，那你就难怪你的修行不能专一，道念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还有一个绊脚石啊，扯你的后腿的啊，就是这个名跟利啊，老是拖住你不能往前。脑筋一动就是钞票啊，那么脑筋一动就是名闻。假如是这样子，纵然有修行啊，也是燃于尽奉火起来，这个水是不会清的，那么因此他既然是有修行啊，他总懂得名利是个不好的东西，迟早要把它丢掉的。所以接下去经文说，世人亦以种诸善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人就是这位求名啊，求名菩萨啊、这个人呢、虽然是求名求利心很重，可是他也修行啊，他有种种种的善根啊、他修一些杂杂的善根啊、这种的善根青烟助缘倒是蛮多的啊、所以后来啊他也能够亲近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啊、显示从此之后啊，他所亲近的佛也是很多。那么对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个道理都容易懂，不必细讲。
他们都能做到，所以呀、啊，纵然是求名，慢慢他懂得这个名利之害啊，就会远离他。那么久而久之，他就专一修行了，所以也就供养诸佛，修种种的修行法门，最后也是有所成就的。他有什么成就呀？下面第三经文的第三段。贵之下第三段解会古经，古代的那些求名菩萨、妙光菩萨是什么人呢？下文就把它说出来了，这叫做解会古经。古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事情啊，就是妙光一求名啊。经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世的的事情，就是文殊与弥勒。接下去说弥勒当知，弥勒菩萨您应当知道哦，叫他提高这个用心啊，来注意听下面的话。尔时妙光菩萨其一人福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我读法华经读到这里呀、啊、我总会觉得弥勒菩萨被文殊将了一军，将了一军。我这个凡夫心啊总觉得很奇怪，这个妙光真是大智慧，连这个弥勒他也将他一军。我就觉得这个弥勒真上当啊，给他将了一军。他不问嘛还没这回事，这一问问出给他将军来了。那么总是觉得这个弥勒呀，真是有点倒霉。不过这是我的凡夫的看法，在菩萨的境界里没有这些，菩萨的境界里没有我这些东西啊、可见我这个不能成佛呀，这个也是原因呐、就是这个将来一圈的这个念头放不下。我读了几百遍啊、还是读到这里就会想到，可怜啊，弥勒又被他将了一圈。老是会有这个念头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前面说的弥勒就那个求名菩萨呀、又要名又要利的，读诵众经又老是不通利，那么这个读的到后边又忘掉了，老是不能成就，这个原因不晓得在哪里，就是被这个名利所障。这是谁呀、我跟你说就是你啦啊、不是别人，不是巴郎了，都是利了，啊，这不是给他将了一军吗？所以文殊对弥勒说：“你应当要知道，还加上应当要知道，这句话更是重要了。你应当要知道，那个求名是谁呀、啊？就是你了。妙光是谁呀、啊？我嘞，其一人福。妙光是还是别人吗？不是别的人，意就是不懂啊，不是别的人呐、啊。”我身是也，就是我啦。求名菩萨呢？汝身是也，就是你啦，你都是啦。这么一来，这个弥勒那个时候不晓得有什么表情，很想看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弥勒也会想想，我为什么到今天不能成佛呀？在当时同时求学的。八子当中最后成佛的燃灯佛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现在弥勒反而来做释迦牟尼的弟子，那么这就可见那个名利之害啊，名利之害。假如当时他不是为着贪求名利的话，那他不就跟燃灯佛同时都成佛了吗？也许都可以当上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结果他就是被这个名利所障啊，不但是做文殊的弟子，而且还来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么这就显示这个名利之害啊，这可知了。由此可以见到啊，显示这个名利之害的严重的情况。这值得我们好好下番功夫的啊，学佛很久。甚至多劫以来修行不成就啊，都是遭到这个大害，遭到这个名利的大害。假如真正能够把这个名家利所放得下的话，老早就可以成佛了。所以弥勒是现身说法，
弥勒叫做慈氏，大慈悲心，他那个大慈悲心啊，现身说法，做给我们看看啊、你看我就是因为贪名求利啊，到今天还没成佛，顶多是将来做过贤劫的第五尊佛而已呀、啊。假如当时不是为求名的话，老早就成佛了。那么显示我们这些薄地凡夫啊，也是多生多劫以来一直在名利里打滚呢、啊，滚到今天还没滚出来，而且越滚越大，好像雪球那个样子，那是真糟糕啊、妙光菩萨既然是把这个求命菩萨度成多生多劫修行成就而到就近成佛，将来能够成佛也是靠妙光，也是靠妙光。这个就是说明啊，纵然有名利之心啊，只要有大智慧，只要有大智慧，总有名利之心。假如你有大智慧的话，自己就会回光返照，能够回光返照啊，他就有一天会把这个名利丢掉。丢掉之后好好用功修行啊，就会有所成就。那么就是说慢慢啊，使这个名利心轻了，道心重了，那么就是身处转熟啊，熟处转僧。菩提道上没有下过功夫是很深的，现在修行啊，有文殊的启发，妙光菩萨的教导，慢慢转熟了。过去一向很熟的名利啊，慢慢就转生了，熟处转生了，最后啊，而至于无，只有纯粹一个大智慧，那么福慧二眼呢、啊，最后就成佛了。所以，这个结会古今啊，里面有很多道理，值得我们好好的下番功夫啊。后边几字下第四段。分明判答，就是文殊讲到这里，他是目标是有答复弥勒这的请问，那答复弥勒的请问呢、啊，到这里是很清楚、很显明的啊，把它判定答复出来，所以叫做分明判答，就答复现在释迦牟尼佛这种的境界啊，将来的表现是什么的下文呢、啊？有不到两行的文字就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经文说，今见此瑞与本无一，是故为村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法，教菩萨法，佛所复念。这一段就叫做分明判答。文殊说到这里，他答复弥勒的请问呢、啊，很清楚很分明的判定答复出来啊、那么现在所见到的此瑞相，此瑞就指这个此土六瑞、他土六瑞，此土、他土六种瑞相啊，跟我从前在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所看到的情况啊，完全没有两样了，所以一本无异。本是从前的日月灯明佛的时候，跟从前日月灯明佛的时候完全没有两样。是完全相同的。既然是与从前完全相同，那么是故为村啊、因此之故，我文殊再三思维，细细思量，叫做寸。寸呢、啊，就是细细的思量，细细的研究体会。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如来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等到他出定之后啊，必定是就是要说大圣经，这个经的名目啊，就叫做妙法莲华经，所以有些他把这个妙法莲华经上面加过大圣两个字，也是根据这个经文而来，叫做大圣妙法莲华经，就是说佛出定之后就要说大圣经，这个大圣经是什么经呢？就是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里面讲什么道理呢？教菩萨法，专教导菩萨道修行的方法，求证诸法实相。那么既然是这个法能够使众生成佛而体证诸法实相，
所以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护念，所以叫做佛所护念，护持念使时时加持他，使他能够成就，所以叫做念念不忘啊，诸佛加持念念不忘啊，使这个依法华经修行的人能够体证诸法实相，这是分明判达。判定佛出定之后啊，必定要说法华经啊。那么实际上他们两位都是亲自经验过的，而且过去经验过不晓得多少次了啊。所以有人说文殊弥勒同在日月灯明佛的当时啊，那么既然同时弥勒应当知道，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要问呢？为了度化众生啊，他不能不这样做。假如没有人请问，这个法会怎么能够启发呢？所以呀、这个演戏的时候要有小生，也有要有旦角啊、也要有小丑啊，必定样样都要有人来表演呢、才像一台戏啊。那么这一台佛说法的啊，不可思议的大戏啊，那么就是由文殊弥勒彼此来表演，而释迦牟尼佛坐在哪里微微不动然后等到出定之后啊，就把这个莲花的妙法呀活盘吐出了到这里为止，长文说完第五大问序的第一段长文长行的文字就到这里说完。以下是物质下第二句诵，就是前面长文说过了，文殊他很仔细呀 长文说完了再用句诵啊，句诵重说一遍，所以下面是物质下第二段句诵。句诵内容啊，多数都是前文讲过的，不必那么细讲了，顺着文字简单说明应当是可以的。句诵有两段集字下第一，诵广济成见疑答；第二，诵分明判答。本来长文里面呢、还有微寸答还有略济成见疑答，然后才是广济成见疑答第四是分明判答。现在把前面两端呢、在记诵里面略掉了不重诵这个维寸大跟这个略记成见疑大，只诵广举那么广举成见疑大也只诵前后，略掉中间就是二万佛的那些名目，把它略掉，只是开头提一下然后就说这个最后一尊佛日月灯明佛的那种事实详细加以句诵那么虽然是文字比较简略意义已经是包含在里面了而时文殊师利一大众中欲重现此意而说句言，假如要认真分科的话，句诵下面应当分作两段，第一标诵，第二正说。但是因为法华经里面的句诵很多，而文具会议里面的科办呢、它都没有这样分都把它包含在第一科里面，包含在句诵的第一科里面，没有另外别说。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也就顺着原来的科办而加以解释，不另外再分如果你看到其他的注疏注解有这种的分法，先标诵后正说，这样子分的话，它是比较顺着文字很清楚的分句诵归句诵，因为儿时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这几句还是长文，文字上还是长文。既然还是长文，为什么可以包含在后边的句诵里面呢？因为它是引发句诵的标示所以应当叫做标诵，后边就是正说要分
就可以这样分作标送一证，说不分也无所谓，把它包含在第一段，就是送广举成见一大里面有两段啊、第一送一佛童啊、那么这个第送一佛童就是说明这个过去日月灯明佛啊、所有的表现与现在释迦牟尼佛相同的情况，以寄送表达出来。经文说：“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世尊言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这是从诵前长文里面所说的时间、名号、说法等等啊，都包含在内，文字很简略，所以这是属于略诵，略诵啊。前面说诵有六，从诵有六种啊，啊，抄诵、追诵、广诵、略诵、补诵、译诵，现在这个是略诵，文字简略。啊，长文里面说的很详细，现在重诵里面呢很简略啊，所以文殊把长文说完之后，对大众就说出这个句诵来啊，因为重说长文的意义，所以叫做重选此意。文殊就说出这个句诵，说我念过去世，我文殊自称，我想到。意念到过去世，就是久远久远之前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遥指往昔久远以前的事情，所以叫做过去世。有过去多久呢？无量无数劫。如果用时间来分别的话，从现在往前推啊，推不出来，那是数量没有办法算。所以叫做无量无数，那么久的大劫之前，当时有一尊佛出现世间，有佛人中尊，这是因为寄送的关系呀、啊，他要表示出这个寄送的这个文题，所以必定要五个字啊、那么加上人中尊三个字，佛是总值二万的这个日月灯明佛。同是一样啊、都是跟这个最后一位情况是相同的。佛虽然是九法界中最为尊贵，但是现象人中啊，所以成为人中尊，因为佛是在人间成佛的。佛既然是在人间成佛，视线跟人相同，所以人中最尊啊、所以佛呀是个完人。最完备的人格的人，所以佛才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人，我们都是不够圆满的凡夫众生。这佛在人中成佛成就佛国，所以人中最尊的就是佛，所以叫做佛为人中尊，所以叫做有佛人中尊，简称就是指当时的日月灯明佛。那么这个佛叫做什么名字啊？号日月灯明啊、这个道理在长文讲过的。世尊言说法，度无量众生。世尊就指日月灯明佛，他出现时间成佛之后说法，度众生是无量无边啊、就是菩萨受度的也是无数亿之多啊、那么怎么样子度他呀？使他去向于佛的智慧，令入佛智慧，令使令就是佛度他，入亲证，让这些大菩萨通通都亲证到佛果上的这个无上的智慧啊。这是啊第一颗送一佛童啊，就是第一尊日月灯明佛一直到两万尊啊，那么都是相同的情况，所以叫做一佛童。下面第二段呢，送最后佛童，就是两万尊的日月灯明佛的最后一位，第二万位啊、那么第二万位的经过事实才是详细说明的，所以下面是详细从松啊最后一尊佛所同的地方啊、这个意义啊。那么经文就顺着前面的长文呢、有三段。第一，送前见寺已经已同，
第二，送陈建氏已经现同；第三，送陈建氏已经当同，已同、现同、当同的三种情况，前面长文都是说过的，现在只是用重诵啊，简略的把它重说一遍。这下文呢、啊，都是略诵，多数是属于这个第一首是略诵啊。佛为出家时所生半王子，见大圣出家亦虽修方恩，这是略诵啊。佛是最后一尊的日月灯明佛，第二万尊最后一尊日月灯明佛。他没出家的时候有八位王子，是他这个佛在家的时候所生的八位王子。他看到这个大圣出家，大圣就是指日月灯明佛，看到他的父王出家成佛了，所以称为大圣，就是圣中圣啊。亦虽修梵恨，他们也跟着出家了啊，八王子都去出家，这个道理前面都是说过的啊。那么这个八王子跟他的父王，看到他父王竟然出家成佛，他也跟着出家去修行了啊。那所以叫做出家，就是跟随着修梵恨，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出家修学佛法，就是要清净。什么东西清净啊？要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就是出家修梵恨的主要的目标。八王子都跟佛出家了啊，再往下就是第二，送陈建氏与经现同。以同的文字很简单，就是前面一首颂就说完了，就是略颂。下文呢就是第二段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头。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汉传慧基金刚法，灌顶传法即三归五戒。灌顶传法由福慧寺传承金刚上师，住持体化和尚主法，日期11月13日星期日，报到上午7:50到8:30，法会开始上午9点起。报名方式 ：email irisui30@gmail.com。法会地点：新北市树林区37号。请自备海清漫衣，佩戴口罩，全程免费，欢迎随喜，共佛共僧。登陆 Space Show， Ready Go！ 没有失备秀，只有警察秀。骑乘多点注意，安全与你相遇。素食一词虽源于中国佛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在翻译上若沿用素食，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一，素食的界定困难，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二，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事实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享用不是来自宰杀动物的食物。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如谷麦、蔬菜、水果等。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亦即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都不属于素食食品。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貂皮油、麝香、鱼油、鸡精等，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例如屠宰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捕鱼业等。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一、素食
不吃肉及其副产品，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二，蛋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三，奶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四，奶蛋素食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蛋制品。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如台北台安医院及供应蛋奶素。五，佛教素食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也不吃的葱、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例如蛋、奶，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一，严格素食是指全素食，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二，不严格素食是指奶蛋素食，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